好一出姐妹情深呐！我承诺你的事情，我做到了。希望你也记得你答应我的。小女娃，你还真好骗呐！不愧是方季的外孙女，你继承了她的愚蠢，连真话假话你都分不清楚。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。其实，是谁后悔？ 还不一定呢，不信你自己看看。呀！没想到这出戏引来了大老鼠。潇潇啊，没有想到你还真的敢唬我。为什么不敢？ 这里没人怕你。要不是飘飘和魏楚，我还真就信你了。这是王兆天给我的药包，会是什么作用？我不知道。我会派人查清楚这个药的，免得哪天着了他的道。你给我的药包，和当年毒害我外公的成分一模一样。其实就是你杀害我外公吧？哼，原来漏洞就出在这儿啊！下次可不能再重复犯错了。 还想有下次？药包在我手里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就来吧。等等，我不想以多欺少，咱们擂台上见吧。 喂，魏楚，你干嘛？要放他走啊？可是魏师兄，我们就今天做个了结了。魏楚，好，那我们就擂台上见。